骂游戏就那个张老师的鼻子，说去哪儿说忘这一会儿，我看耳朵很紧实，老师说哪儿的鼻子，抽烟，不是你就是光看这耳朵，长不动，连镜子上，你看我这耳朵里还是那说油那一种说，他看他哎呦，说你得走着凑合，那你不干净，对他们没叫，他说你这回又软化了以后一凑一凑的，人家不影响听力啊。毛毛，我们这就是剩下一个，一口一口，你放一口就走啊！妈呀，你怎么那么大一个腿？哎，都没有。这个应该是人家说多积累的。对，这最少得五六年以上。哎呦，可咱催呀！时间短了行不行？哎呦，你这哪是长耳屎？你是长耳屎的祖宗！我跟你说，又一腿。老皮皮了，这比以前好多了。他比以前好多了，以前有我这样吗？这好就有力量了，好我。底下以前有会疼，这不疼了。对，我早上说了。这都起了干皮儿。这毛味儿，我发现一年有。这不好像还有一个人儿，你吃哈？不启动了。还有仨人。还有一个，外边还有一个，就打一针，马上就正好了。等十多分钟的。嗯。你要没处坐，你就在车上坐会儿。我要是不干什么钱儿就来了。行，你先给我打微信哈。行。等十多分钟。三四一会儿再来。出来，到时候就是坐这儿，有点。全都耳朵疼，全耳朵这儿有毛病，得做个保养。那个我吃饱了，去。嗯。口味还挺重的。医院就麻烦，得保好老线儿。在医院里掏，他不跟咱来掏的舒服，这没有疼痛感，拿个那个东西一吸，还疼还害怕。咋的了？不疼是吧？对，我不是。好好买套，好好脱了。羽毛也到那套了，别那个玩意儿。哦。嗯。对，你看你哥就看别人耳朵都给羽毛没毛似的。对。嗯。你不说，咱也知道你耳朵有东西。你说说吧。我都不聋了。嗯。掏他就是没东西掏他也轻松了。掏一个多少钱的？嗯，连掏的七十六十，一个是一个是个结石，咱们家结石是一百五，一百五一个人就都外边有家那表还在这贴下来，要一个家咱也是麻烦，你给我推广的。老乡。哦，这是，我比较好多。那咱们这回比你们家的强。没有，比他们好多。对呀，你看这结石啊，有的能坐好几十分钟。哦。麻烦。能不动？能不动？哎呀，太麻烦！有的一个人照着一个耳朵就四十多分钟，有的他不是一个耳朵，他是俩耳朵。赶上有的那来了。